系啊。那你可以评价一下，你觉得宋兰是个什么样的人吗？宋兰是一个仗义，对，非常仗义的一个人，非常够意思的。是啊，我也是上当当的粉丝。给我发微信，给他发他的粉丝。我也是上当当的粉丝。我也是上当当的。三二一。嗯，怎么样？抖音。躲猫猫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找得到啊！一会儿骑上保安就给咱。再多听几次分开的话，越证明越不证明表达，感情里的怪。抖音。好，来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海阔天空，刮风暴以后。OK， 好。夕阳，夕阳，海，什么？海还有什么？大海有什么？我不知道啊，还有什么？大海有什么？大海有什么？你们可以提一下啊。那我们要倒数了啊，要总和了啊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。五、四、三、二，提醒我一下。一、啊！抖音。你画成花，会开的一朵花，再把思念一点一滴化成雨落下。每当我不在，请记得我的爱，就在同一天空之下。抖音。就是，你别忘了，你眼睛谁给？眼睛我们可以一人一个，对吧？再说你，对吧？我们在组里那么照顾你们，你们俩打我的时候从来没有下过亲手，真的。今天是你们抱怨的时候。来，我。순간와떠나예수줍은만哎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现在已经有点儿。薛洋好像有略微有点多余。好，来，每个人在这个挥手的同时，似乎还在说着一些悄悄话，不知道他们是有什么部署呢？哇，现在这个画面非常的激烈哦。숨겨왔던나의수줍은마음모두내게줄게